我哪有什么压力？阿姨新买的 N 叉两百，安装那个新安卓，新安卓是小安卓，其实大家都知道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人设是 N 叉两百，它改成它这一代改成没办法触碰，没办法脏按。啊，非常麻烦的，我打用一个 YouTube 的备用，好像被取消了。哦，你打起这话术，你该起瓜。好，我就不试了。我真的觉得这一代产品在 N 叉两百上面其实是不好做的。对啊，你根本就没办法放歌。你只能是用它联想的，老板就用太空话术了，因为它不能触碰。好，先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再把它去，我们再去。最近要不快转进来给你呢？哦，这导航，我告诉你，看这边还有导航地址。这导航地址，拿导航地址跟起爆吧。所以不是每一种车型都可以装轻安卓哈，就跟大家分享，因为你光这个你就被它弄死了。